Hello， 大家好，今天欢迎收看我的频道。那今天这部影片就主要来讲解一下这个礼拜的深放松情报。那基本上这个礼拜的深放松情报还是围绕着钢之炼金术士为主。那所以在这边事不宜迟，就马上开始。那首先那个转单的部分就会到3月2号的中午12点。说那个在这之前一些转单角色跟礼包角色，那个大家就要尽可能的就是多多去获得到。那个其他的部分就是来到这个礼拜的一个追加情报的部分，那就有去新增了一个新的英雄神殿，就是炼境的神殿。那个活动时间就是会在后天开始，2月18号的凌晨12点开始。那基本上它会放在这个英雄神殿里面，就是一天一次。你去打那个关卡的话，就一定会有那个经过。那基本上那个自己开的话，就是一天一次。但是那个如果就是你去进到别人的场的话，你去进去多少次都可以。所以那个这个啦，就是去找团，就是除了去开给别人之外，也可以去找团去加到别人的那里去，就把那个刷果的效率再去推高。那除此之外，在这个炼金神殿以内，那就是有这个乱入，就跟你那个平时刷果会有那个树一样，那这个就是会有真理乱入。那基本上那个去把它打倒以后，那个就可以去获得到那个经过，那这边就有去提到过，你的这个运气好的话，其实就可以去入手到好几颗的经过。所以那个在这段时间吧，就大概有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那大家就可以去努力的去刷果，去把那个角色的一些进度都去补满。然后那个基本上就是会来到怪物坦柱日的部分，毕竟过几天之后就是怪物坦柱日了。那这一次除了特域之外，还有这个一万的魂器，所以那个魂器啦也算是比较稀有的，所以那个大家就要记得2月20只好就是去登录去换一换了。然后到接下来的情报就是这个新的追加守护兽，那新的守护兽的部分，那就是会在明天的中午12点去追加。那基本上它的效果就是力量型的角色攻击力会提升 25%。 那这个效果的话，其实它没有在讲那个持续的回合跟那个当今行动的那个就是描述啦，所以我目前根据我的理解的话，大概率就是只要你的队伍里面有这个力量型的角色的话，那都是会有这个 25% 的效果一手左右吧。对啊，所以这一点目前看起来的话感觉还好。它这一个守护兽的用途吧，主要就是去搭配着 One Punch 的角色，就是直欧倍率很高，先去提升到攻击力，然后再可能就是像当年的绿谷一样，就是那个去敲进去的话，那提升 25% 就是一个很夸张的效果。那基本上它的发动条件就是一个回合里面去打出100个连击数，所以那个这个效果的话，可能你在一些放在队伍的友情技啊的部分就要那个去敲好了，好吧。那这边那个守护兽的部分就到这边，然后那个接下来的话就是这个礼拜的兽神化改角色。那这个礼拜的兽神化改角色也是回绕到这个兽神化前的新系列那边去。那这个礼拜有去修改的角色就是格林兄弟，那木属性反射超炮击型，然后它的被动的部分就是有超反风跟友情潜力，连其技能就是超反传送、魔法阵增幅，条件的部分就是自身以外的战型三只，或者就是自身以外的机种两只或以上。所以那个这边的话看起来不能让你去组舰队。然后 SS 的部分8+8个回合就是会换成贯通类型，然后那个也是有个施反的陷阱无效化。然后友情机的部分那这一次也是改掉了不少，那分别就是木属性的超绝贯通导引单8，然后就是无属性的印记飞弹。那友情机的部分就有去跟上这个版本，然后它这一次友情机的一个小小的卖点吧，那魔法阵增幅的话就是有个两倍的伤害，再去搭配上这个友情潜力再去乘 1.5 的话，那其实那个友情机的倍率真的是非常的高，甚至就是比那个木道有这个毒杀手 M 的时候还要高。那再去配搭上它本身就是超炮机型的关系的话，那个友情机的组合其实也真的是会有一定的强度，那个更何况啦就是印记飞弹啦。那印记飞弹的话，大家有印象的话，其实之前就有去放在限定角色阿尔斯兰上面去，那这一次也是有去把这一招友情机的炮机型的威力去下放到普角的部分，所以那个就我觉得那个友情机的伤害的位置啦就可以去期待一下。好吧，那这个礼拜的盛放送情报的部分就到这
边差不多，然后接下来的话又到我的感想的部分。那基本上那个大家预测了很多的什么超救急父亲大人，跟我那个包括我啦，我都有在讲啦。基本上那个今天都没有在追加，对不对？米西那个确实啦，我觉得真的是很打脸的这一阵子。可能大家在猜一些什么新系列的瘦身化改的时候，结果他上个礼拜给你换回去那个旧的系列，然后那个这个礼拜，然后那个我们大家都在猜那个有父亲大人的时候啊，结果并没有。对啊，所以那个其实啦，就真的哎呀，我觉得那个预测的部分呢、啊，都是要看米西的脸色了。对啊，所以那个讲再多都是没用。那目前确定到的就是应该下个礼拜会有追加，因为他在最后的时候就是有去跑出了一个小彩蛋。所以其实啦，去看他前面有去公布的炼金神殿，他也是有个很明显的一个方法或者就是思路了，来去跟你讲，就是说这个礼拜去把角色都去练好练满，然后就是让你去下个礼拜去挑战。所以到底这一次的这个父亲大人瓶中小人到底有没有这个无常的难度，就是那个要足以去让玩家去做这种准备的，就真的很难去讲了。就真的很难讲。对，所以这个礼拜的情报最重要的就是下个礼拜的情报。那下个礼拜也是会早一点，就是在礼拜三2月22号，所以那个就可以去期待一下了，好吧。那影片的部分就到这边差不多，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按个订阅，好吧。那就到这边咯，拜拜拜拜拜拜。